吴子明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 Grace。 2020年是鼠年，请问一下猴子属猴的朋友运程怎样？非常好，猴跟那个老鼠叫正规三合，就是太岁也一定来帮他，说猴呢也主那个晋升，比如打工可能升级，要是主生意了可以把它搞得更大。所以他们的事业今年会特别好吗？特别好，特别旺。比如哪些方面可能对他们会有有帮助呢？有帮助了，他本身来讲就已经很旺，所以但是有一点注意，他常有一个血性的，所以这个属猴的人看他做啥行业了，比如他做那个手术医生的跟那个屠宰的行业做肉食的行业，就敲死的，今年这个猴不错。哦，那么财运方面呢？财运当然旺了。他是也帮他把钱都塞到他的口袋，所以事业和财运都是非常的旺。对，不错。感情方面会就更好，继续更旺，更旺。猴子感情来讲比去年更好，比如已经结婚没孩子的猴，今年比较容易怀孕，容易有孩子，因为他是合在于儿女宫，但是同时呢，这个要还没结婚的好朋友。要到结婚的年纪，今年也可以考虑。就是今年又可以又结婚又添丁，比很顺。对了，那健康方面呢？健康没啥问题，虽然容易犯这个血光之灾，所以他操作那个肩物或是开车就不要翘速了，要小心一点，打开车不要听电话了，我看小心开车就好了。就是要平时要注意一下。对，虽然是你今天非常顺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健康方面，出入平安问题。对，可以这样说了。谢谢你。好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恭喜恭喜。恭喜